大家好，我钳子海参尖上，今天咱们吃澳洲雪蟹。哦，哎，活的兄弟，哎，活的，太巨了，太巨了啊！哎，你们见没见过这种人？咋回事啊？我这个螃蟹是在一个合作商家那儿买的，在他那儿买过很多次东西了。然后我跟他说我要一只最大的雪蟹，结果这个小妹妹哭擦一下子给我称完之后直接游到我这儿来了，给我整的都造一愣，钱没管我要，螃蟹到这儿来了，然后我追着他屁股要了好几次，哎，就是不告诉我多少钱。到现在我都开始拍上视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螃蟹到底多少钱买的。这只螃蟹四斤七两，一般雪蟹是400块钱一斤，这个我估摸得2000块钱左右吧，算运费。到底多少钱等我问完之后把价格打在这儿，你们看我估摸的对不对？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太信任我了，还是想送给我免费吃啊？今天还真不用送我，咱有赞助，视频最后说。就这么心大的人你们见没见过？见过打一没见过打二？好，澳洲雪蟹顾名思义产自澳洲，品种非常稀有。我今天的视频呢只想做一个简单吃播，咱就说点购买意见吧。这个不建议你们在网上买活的，我这几个小时到家都只剩一口气儿。如果你们买就肯定是顺丰空运到家包死了，所以还不如直接买一口气儿的或者死的。如果保鲜得当，吃起来味道差不多，但也不一定，有的螃蟹变质特别快。你们要不放心，等哪天咱单买一个，那种情况呢咱试一下。刚才这水里它是感觉它是活的，还活着，在一点点的动啊，只差一口气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能看着吗？就它最后一点点你看这，它自己放下去的。通体是呈这种乳白色的，局部地区有一些淡黄。这个螃蟹也是深水螃蟹，钳子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个螯也是细长的，看起来力气不小，这几个爪子还是挺尖的。行了，这小子还剩一口气，咱们抓紧时间让它先上咱胃里参观一下。吃饭，真大呀这螃蟹。天天拿你头比一比，大不大？真大，太真了。来吧，吃吧，这是我们晚饭。甜甜继续海苔拌饭。我要做个小球球。你拿大炮轰它。这个螃蟹你闻闻着，就一股正经的那个螃蟹味儿，是吧？很鲜，就那个什么味儿？梭子蟹那个螃蟹那个味儿，鲜味儿非常鲜。我偷吃一块这个。这个留着烤个蟹壳就好了，浪费了这么做。好，拆吧。哇，这里海水不少啊，像虫子这，你看看它那个干一些，蟹腮还挺白的呢。这个真大，你看。它这个螃蟹煮熟之后也是白色的。哇，肉我感觉还行，不是特别满。甜甜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么多水吗？怎么让海鲜含水呢？不是拿针管往里注，把它放到低浓度的海水里面，盐度低的要往盐度高的那地方去流去，海水就全流到这螃蟹这里了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知道海鲜里面偷秤那些奥妙？可以单出一期啊，喝一口看看鲜不鲜溜。我要不要你不行？我怎么不行？没毒怎么办？没毒啊！哎我天哪，有啥毒啊？真没事儿，我尝一口，跟小孩歇里的。哎呀！鲜溜，真鲜溜，你尝尝，可鲜溜了。煮点面拌它吃不错。哎呀，这腿空啊。嗯，感觉空。打开看看吧。爸爸今天要翻车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要翻呢？红毛蟹上次算翻吗？翻也不翻。那你妈妈漂不漂亮？漂亮还不漂亮？漂亮。那还能说点实话？哇，好空好空好空。空吗？还行。这大肉你不吃吗，今天？看看这螃蟹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嗯，玉米味儿。哎呀，万年玉米味儿，它不像玉米味儿，怎么感觉有股奶味儿呢？有吗？没有奶味儿。我看见那个什么，这个是鹅颈藤壶，这个比昨天那个藤壶稍微高级一点点。它这个皮儿也薄，跟纸一样，拿手撕就能给它撕开的。吃的最鲜最死，再来一碗。这小孩一碗饭干完了，我尝尝吧，到底啥味儿啊？香不香？螃蟹有大米饭好吃吗？有点玉米味儿，有一点没有奶味儿，口感像帝王蟹，但是真的没有帝王蟹甜。我们蒸的时候还是活的呢，所以这个就肯定是新鲜的时候的口感。这个的价格，哎，你猜多少钱？你刚才那口气，猜，快，600，六百，你是一只的价格吗？这是4.7斤，你再猜多少钱？猜呀，500，不可能，2000。价格我现在还目前还不知道呢。如果说2000-3000，你吃这个螃蟹，你觉得值吗？太贵了，你看那个样，太贵了。哇，这个蟹里面这个黄还挺多。
你看这小鸭蛋黑哈，就你们总觉得它黑是不是？灯光的原因，我们这两边都有灯，中间没灯，显得它黑，挡住它了它就黑，不挡它它就白，白一点，跟光有关系。再一个它本来也黑，黑驴白蛋。你看你看泡澡看不看着？我负责吃。到了18岁就变白了。啊，谁告诉你的？妈妈，你妈都38了，你看她白吗？我不白吗？对，脑子白，看着这个肉倒是挺爽的啊，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，告诉你，猛吃。老让我拍，这玩意儿有啥好拍？不就是肉吗？就是，来来，拿走拿走，这不就肉吗？这玩意儿有啥好拍的？拿吧拿。哎呦我天，你吃螃蟹有股吃大肉棒的感觉。羞耻啊，一顿饭好几千没了。哪样肉？你又让我拍，这有啥好拍的？你看来你是真吃爽了呀你啊。哎呀，你看小天吃这饭，小天就爱吃这个。上次有人说我给胖嫂语言暴力，这胖嫂姐姐解释解释呗，这个暴力的事儿就是语言暴力，对我太凶。你们说的对，就你们东北老爷们儿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们的暴力都是口头上的，媳妇的暴力那才是实打实的呢。爸爸暴力吗？嗯。在家谁暴力？嗯嗯。他总揍咱俩是不是？昨天揍你的时候是不是还顺带着把我给揍了一顿？这个蟹是个好蟹，就是让价钱给耽误了，要是5块钱一斤该多好啊，做梦呢。好了吧，生活如此美好，本次视频到此拉倒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再见。